七年前由国家图书馆跟北校共同发起，那么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从南台一个学校开始，那后来慢慢陆续增加到五个、九个、十四个、十六个、二十三个学校，那今年还是有二十个学校，我在这边也真的要感谢大家能够共襄盛举，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越做越热闹，也越做越有质感。活动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哦，就是一方面表扬杰出的论文，再来呢，最重要是来推广学位论文的公开授权的观念哦，让每位学生的还有老师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呢，能够提供大众利用，然后发挥学校的学术成就，也相当程度的达到文化传承跟学术成果。可以有序保存这样的一个效果。